迎来到兔女郎频道，我是兔兔郎。我们今天来到第二集的阿卡贝拉系列，来先来个自我介绍。我们系列的吗？我是卡卡，我是贝拉，我们是阿卡贝拉。耶！这次我们要来个比较特别的企划，是什么呢？我们要来个演技大考验。脸超烂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们旁边有一位那个编剧，目前可以先兼一个小导演，好不好？我会指导你。大家也知道我们现在有一个已上映的《亲爱的天王星》，所以我们会挑选里面的经典剧情，等一下就直接来演一段。好，你可以帮我绑紧一点，有点太高，我看不到。可以帮我绑紧一点。兔，我跟你说，小麦姐派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给我，她说我现在可以当最上佳女，所以我现在是最上佳女。哎呀，这样很好啊。这个怎么绑啊？好难用哦。来，我来。可以，我也做不学姐，没关系，我觉得这样很好。那学姐，刚刚小麦学姐派了一个任务给我，她说我可以帮对象加油，所以我现在是对象啦啦队，那很好啊。你有什么方法？你就这样，这样绑，这样带一圈。可以绑紧一点吗？这样就好了。你太瘦了。啊，好亮啊，学姐，好棒哦，会撩哎。怎么样，当瘦怎么样？喜欢当瘦的感觉吗？别有风味，蛮瘦的。奇怪，对，我说你很瘦。那我给你一个机会当绑人的人，好不好？好，好 ，Go Go Go Go。哎，那我跟你说，队长找我的。很重要任务，叫我帮队长加油，现在是队长啦啦队哦，很好啊。哇，差点亲到，好害羞。你也有点高，从地下来。另类的感觉，另类的感觉，可以啊。欢迎加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跆拳道的事情都是小麦让我来打理的。我叫林丁晨，可以说是这里的顶下的。学姐好，我叫张贝拉。张学长好。这样事情都我在处理了，可以说我是地下队长。卡张张，卡成的卡吗？我原本要给你巧克力，但我吃掉了。你要当我巧克力吗？不可以吃你的书吗？哎，这不是已经 Hello？ 你是新来的吗？哦，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贝拉。我是这里的主管。我叫卡卡。你好。你现在在忙什么呢？哦，因为刚刚老板叫我整理一下这里，所以我就过来整理一下。我可以告诉你在整理什么吗？就是叫我发财。什么杂物啊？就是这些盒子啊什么的，然后就要把它装好。那这一箱是什么？这一箱是卫生纸。今天几点下班？中午饭的时间，我现在就可以下班了。你要想吃什么？吃我也是可以。哎，你在干嘛？哦，在整理仪表机。仪表机要整理什么？你怎么会来？我在这里上班。哦。有一个旋律一直在我耳边挥之不去。什么旋律？惊奇会死！我的天，我怎么会唱这首歌？我要扮演。我听不到你在说。啊！
睛挥洒自己，你是眨眼睛不得了。好，来，我们终于结束我们刚刚的那个小闹剧改编系列。大家看完《亲爱的天王星》再看这个，应该觉得很崩溃吧？没有，我们这次给大家另外的趣味。OK， Oh my god！ 今天影片就到这了，希望大家喜欢这个小片段。好了，拜拜。我看《亲爱的天王星》在兔鸟的 YouTube 频道。这些都是刚刚跟我学的。